场他自己唱的，再次给我们来现场一个热烈的掌声。那我们这样子哦，这个选举哦这么紧张，现场带来这一首歌，真是如同带来一道曙光，一个温暖的阳光。再次的谢谢我们三号县长候选人吴志阳吴县长，再次的谢谢您。同时呢，非常感谢今天现场的亲朋好友，我们的乡亲长辈，我们的地方之声各界的贤达，在这段期间所送来的祝贺的花圈、花篮、盆景，我们的中堂、我们的卷轴，以及我们很多的赞助，再次的一并的答谢，一并的感谢，再次的谢谢你们乡亲，谢谢，再次的谢谢您。